我做的墙上的东西要给他们，拜拜。我觉得很难过。阿飞，走了。你机场啦。我们走了，我的行李都忘了在等排队。不过登机的门一直换，现在九号，然后在旁边而已。然后我要去买东西吃。然后，我们现在要开车去，然后有一个 EF 的跟着我们。我们到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I'm Fiona. I'm Denmark. This is my lunc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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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is我现在要去那个 lobby， 大家都没起床。现在八点，我们因为要回台湾，就要八点要去lobby 拿那个那个 COVID test。我们现在搭车，现在校车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走了。各位，我们到了，走了。
现在在那个 Central Park， 就是很一个公园，就是那个公园的，然后这边下下雨。We're so lucky。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。现在要下去了。雨下超大的，各位，我刚才已经把刘海吹干了，结果又弄湿了。我买了一个包，8块钱，因为我的纸袋破了。雨中。We are going to. Where are we going? This is Gossip Girl. Like on the stairs over there. It's just broken up.在 Times Square 还要等，为了给买了一个吃麦当劳，他们去点餐了。快回去，祝你回家了，各位。明天5点要起床，6点要再起床。我想要去买星巴克，快走了，现在在飞机上，然后刚刚差点赶不上飞机，不要学我各位。厕所，这个厕所很大，因为它现在给坐轮椅的人用的。然后我刚刚去后面2间离我比较近的厕所，里面都是屎，超恶心。我们快到了，在40分钟，耶，要回家了。耶，到旧金山了，我们现在要去，什么呀？去转机，没有40分钟的车。G1、G2在这呢。我来的时候，我坐在这里等我的飞机，然后我在那边等，那个是10个月前的事了，好感动，真的好开心，就是先去做的600块的首饰。我刚刚把手机放在厕所忘了。拿，结果我刚刚跑回去，还好没有人拿走，而且里面还有人，而且我们剩下7分钟，又差点迟到，要回家了，各位，终于吃个晚餐。如果你看到你的头顶上的行李柜，我们现在在飞机上了，然后旁边没有人，有个爽的。希望等一下不会有人来，因为我刚刚位置被换掉。然后呢，我就到这里来，但是我在走道，我现在很开心，因为我来的这几趟没有一次坐在走道，所以我现在很开心。拜拜。我们还要飞7个半小时。我们到快一半了，好开心吗？还不错，
一个挖房子，都还没打开。Forgetting us to collect. That's part of our eco sky. 这叫做有点晃。My present. 这是什么？脚踝。这是排队呢，我想去吃。八在这吗？八不在这吧？好沉啊，各位！记最多东西。嗯，真的。好了，拜拜。要回家了，终于到台湾。我们真的是走有个久，你就跟前面的走就好了。我爸妈在那里，他们没看到我。有在等。好了，我有一个贴纸，要走喽。去看我们早餐，看有没有早餐。我跟他说我不是吃素的，他送一些素的东西给我，就是我的午餐，还有一个长毛的奇异果。爱香我爸妈带给我的食物，红糖泡面，哦，我最爱这个巧克力，然后还有香蕉牛奶，还有放鸡，还有蛋卷，还有酒精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我没有吃过，这好像很甜，听说。耶，然后呢，这是防疫旅馆给的。带的东西，什么防疫什么包，然后里面还有个整体温的，我没有看到。然后有一大地方就真的很累，我早上九点就被电话吵醒，我够生气的，我还在睡觉。